茂林座谈会场外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一下车，立刻被团团包围，不多粉丝抢着签名跟握手，挤翻天，如同造势大进场。随乎大喊不要用力拉，因为韩国瑜的手拉伤大半年没好过，但话才说完，右边民众太热情，整片差点跌倒。韩国瑜也不管手受伤，立刻拽住民众的手，身边随护也帮忙，总算把人都抓住。韩市长夜宿第八站来到茂林，不仅参加当地运动会选手职业跳舞，也承诺帮助原住民成立文创特区，晚上就睡在部落，隔天一早七点起床。茂林好山好水，韩国瑜看起来睡得很饱，这么早起就是要来学做原住民养生美食吉拿富，猪肉淋上芋头干粉，用甲酸浆液包起来，最后再包上一层的粽叶，用棉绳绑好就能水煮。平常工作的时候不是不会那么大。第一次做吉拿富，韩国瑜可能太饿了，形体比一般大一倍。吃完早餐，当然就是要来趟健走。走在登山步道，呼吸芬多精，难得繁忙市政行程可以喘口气。相较以往开不完的会，愁眉苦脸，韩国瑜心情显得好很多。但外界最关心的还是未来副总统人选是谁？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呼声最高，外传郭董、朱立伦也是可能人选。你要跟谁配比较好？你每次一讲，我就想到陈其迈。必谈国政议题，韩国瑜用一贯韩式幽默拿陈其迈挡子弹，但28号国民党全代会即将正式提名，国政顾问团成员也将一一出炉。记者具博士王书宏 ，SBS 小组高雄报道。